我叫任昭良，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，于2006年9月11日正式加入香港中乐团，到现在为止2年多一点的时间。我是管子演奏家。那么我当初在接触这个乐器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乐器的音色非常非常的好听，然后通过练习以后，我可以把我的个人的喜怒哀乐全部用这个乐器，管子这个乐器来抒发出来。那么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器。现在为大家演奏一首管子曲《阳关曲》。《阳关曲》呢，原来是一首古琴曲，是以王维的诗《送元二使安西》为词。因为这首诗当中提到有渭城和阳关两个地方，所以又名《渭城曲》。这首作品呢，主要是表达了作者对即将远行的朋友离开的一种思念和一种关怀。那么，以管子这个乐器来演奏出来它的旋律之后呢，非常非常的一种忧郁和一种悠远的一种感觉，和诗意非常的吻合。进入中乐团以来呢，首先我非常感谢两位总监和乐团的一些老师以及前辈们对我的帮助。那么我希望在乐团期间呢，我能够在艺术上做到更加的精益求精，我也会更加努力。